你醒了。你是谁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是你的未婚夫。 我根本我就不认识你，我也没有男朋友。对了，你是不是也把我当成那个跟我长得一样的姑娘了？我们是长得一样，但我不是她，她叫庄心妍，我叫沈曼宁。沈曼宁死了。 你叫庄心妍？怎么可能？我现在好好的，我活在这里，你说什么？我死了？我。 我不是庄心妍，我是沈曼宁，我不是庄心妍。你们别追了！哎，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冷静一点啊！你别冲动，很危险那里。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庄心妍，我真的不是他，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你别过来！你不要过来！你要再过来的话，我真的会跳下去！不许碰你的眼睛！你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人已经替你死了。 你能看见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用了他的眼睛。你说什么？一辆车上两个人，既然你还活着，那死的那个是谁？ 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你们的命中注定。既然已经有人在车祸中离开了，那么活下来的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你一个人的人生。你必须替为你离开的那个他活下去。 你就是庄心妍，你也只能是庄心妍。
去庄家，一定要回去庄家，把我拿回南安一行，找到杨行长，你一定要活下去。严行成，是吧？你要我代替庄心妍回去庄家，我要去多长时间？一年够不够？我这条命是心妍救的。我的眼睛也是他给的。双生玫瑰，如果只能有一只活下去的话，我愿意代替他跟你走。庄心妍，国内著名珠宝奢侈品牌创始人庄承安的外孙女。她的母亲是庄承安最疼爱的大女儿庄美萱。庄心妍从小在庄家大宅内生活，备受外公和家族的呵护，本来可以以庄家大小姐的身份无忧无虑长大。没料到在她七岁那年冬天，庄家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故。她的父母在海外巡视分公司的时候突然遭遇暴雨车祸，父亲当场死亡，母亲失踪，肇事者逃逸。外公为了避免他遭受波折，狠下决心将他一人送去国外。出国之后的庄心妍，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但是他心里不忘的是重返庄家。不仅要重返庄家，还要拿回母亲留给他的蓝海一星。所以他隐匿姓名，艰难成长。就在一个月以前，蓝海已经遭受了创立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债券危机，本来还有还期两个月的海外债务，因为当地国家政策突变，需要立即还款。当时蓝海的资产全部抵押在原料上，没有资产还款，于是海外银行就冻结了蓝海已经巨额资产。庄承安听到此事，不慎摔倒，重度昏迷。现在庄家和蓝海已经是最危机的时刻，庄小姐必须立刻回到庄家，
他不仅要稳定住庄家和蓝海一星，还要拿回母亲庄美萱留给他40%的股份，成为蓝海一星真正的继承人。 这个是，这是庄心妍所有的个人资料。他的家人，他的童年玩伴，他亲近的人和他憎恨的人，还有七岁后他在海外生活过的每一个国家、每一间学校认识过的每一个朋友，你都要记清楚。当然还有他的生活习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从来不碰的食物，最爱的音乐。 和各国语言，你都要一一记清楚。怎么可能啊！我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记得这么多的东西？你必须醒。在庄家和蓝海一星这种极端风险、极端利益的地方，会有无数只眼睛紧盯着你。如果你不小心露出一丁点的破绽，被别有用心的人看穿了你的身份，等待着你和我的，没有生，只有死。听懂了吗？ 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做好你该做的，不要问不该知道的事情。我的。 你拿着这种东西，是想直接告诉别人，你根本就不姓庄吗？不是，我只是……我再说一遍，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庄心妍。庄心妍。 就是你。因数日前遭遇债权危机，著名珠宝奢品集团蓝海一星于今日发布重大人事变更。蓝海集团董事会将于今日签署新任免令，现庄家二小姐庄彩萱女士的儿子庄家凯先生将很有可能成为蓝海集团继承人，出任第三代集团总裁。掉头。 去蓝海一星，怎么，还不去？ 你们是对我出任新总裁有意见吗？任命新总裁，这是集团的大事，至少让我见见董事长吧。我外公现在病着，你非但不替他分忧，还在这添麻烦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庄家除了我，没有人能够接受蓝海一星，懂吗？
明明还有庄大小姐家。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们，现在庄家只有我跟我妈姓庄，什么庄大小姐通通没有。还有这个任免令，乖乖签的，我让你们留下。不签的，马上给我从蓝海一星滚蛋。不能签啊。各位，蓝海一星新任总裁任免令不能签。你谁啊？知道这是哪儿吗？庄家凯先生，首先您并非庄家唯一的第三代，在庄老董事长病重期间，您绝非唯一继承人。其次，根据蓝海集团内部股份结算，发现您不是蓝海集团股份最大持有者，所以啊，您没有资格强制各位股东任命你为集团总裁。你少在这儿给我胡说八道啊！胡不胡说，您心里清楚。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敢在我的蓝海一星撒野！保安，把人给我拖出去，快点！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到底是谁派过来的人啊？竟敢毁了我的总裁任免！我告诉你们，现在庄家除了我，没有人有资格来接手整个蓝海一星。还有他。啊！这是谁呀？你认识吗？这不是庄，庄老董事长的长女庄美萱女士，唯一且在世的亲生女儿庄心妍。果然是庄大小姐和唯一在世的亲生女儿。哎，听说十几年前就被老董事长送出了国。是啊，被藏起来很多年的那个，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她的样子。蓝海以前一直都是她母亲创立经营，如果庄小姐真的回归，那的确她才最有资格。都给我闭嘴！我才不相信，庄心妍十七年前就被外公送出了国，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绝对不可能回来，不可能。你怎么知道他失联了？你又怎么肯定他不可能回来？你相不相信不重要，只要他站在这里，你就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拿走整个蓝海一星。庄小姐。啊。我是庄心妍，
这份总裁任免令，我不同意。开车，回庄家。那边传来消息说，车子撞得很碎，我以为他死了。你以为？活没见人，死没见尸，你就敢以为了？现在人就站在面前，从哪里找来的废物？老板，我错了，我现在立刻去庄家，把这件事处理干净。回来！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还能像你在海外一样随便找个人，随便就下手吗？可是老板，既然他敢活着回来，就让他在庄家好好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下来。大小姐，欢迎回来。谢谢林，谢谢光一叔。虽然我们很久没见，大小姐不用这么客气。这位是？他是？我是他的未婚夫。我和新妍在西班牙游学时认识，三个月后我们到了意大利。我们交往差不多将近一年了吧，他和我说家中有事情，我就陪他回来，见过长辈，处理家事。恭喜大小姐，董事长还在等您，请吧。行。二小姐，庄心妍，小姨，好久不见，你果然长大了。是很久不见了。小姨最近还好吗？这位是谁啊？他是我的。我姓严。严星城。
是心妍的未婚夫。你也姓妍，好姓。大小姐，董事长还在等着呢。哦，好的，那我们赶紧进去吧。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我心妍小姐回来了。回来了，外公。到底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会答应回来？为什么要变成庄心妍？我怎么可能代替他稳住庄家，成为蓝海集团的继承人呢？我做不到啊！这么多血，笑着眼抱紧你，笑着眼睛。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来的。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就向你靠近，在紧握双手，彼此心连心，感觉心跳让人不自禁。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哦。
我就是好奇，所以随便看一下。你是庄心妍的时候，这些都是你的。我不会永远是庄心妍，这些也不会是我的。我认错了，明明庄老董事长给了我准确的信息，如果他不是庄心妍，那么真正的心妍去哪儿了？为什么我在当地找了他整整两周，也没有一丁点他的消息？200万，买断。你是 Celine 时尚工作室 CEO 汤林。原来下午给我打了7个电话，坚持要买断我这对宝石设计的是你。我的工作室是时尚界最顶尖的造型工作室，你的珠宝设计非常符合我们工作室的理念和风格。我不仅要买断这款宝石的设计，接下来你一年的珠宝设计我包了。那汤总准备用多少薪资来买断我的整年？1000万，满意吗？这个价格，汤总恐怕只能买到这个。林先生，我是抱着很大诚意来跟你谈全年合作的。大小姐回来了。林先生，我正在跟你说话。抱歉，我有急事，有人再见。哎，林先生，你这是他曾经生活的地方，他的人生。真的能完全变成他吗？真的能帮他把一切都夺回来？那是什么？真的回来了？为什么回来都没有和我说一声，连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沈曼宁？啊？
沈曼宁，你是沈曼宁吗？沈曼宁啊，海外综美大学艺术系设计专业大四的学生。我不是，您认错人了。不可能，我们见过面的。海外综美大学教学楼下，那天下午。我真的不是，你真的认错人了。不可能认错。 如果我真的认错了，你不是沈曼宁，那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庄心妍。心妍。对，我是庄心妍。 外公病重，光一叔给我打了电话，我昨天晚上才回来。光一叔没有告诉你吗？我是林木帆，小的时候你经常叫我小林哥哥。小林哥哥，小时候你还经常陪我一起折纸飞机，陪我一起放风筝。 我这才出去十几年，你就忘了，小林哥哥，我真的要走了，有点事情。等一下，一个月前，父亲和庄老董事长派我去海外接心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根本就没有见到心妍。 这个号码，他早就不用了。你又是谁？他的未婚夫。 我有没有告诉你，一旦进了庄家，你就要把自己全部丢掉。如果你不成为真正的庄心妍，那些盯紧你的人会看穿你的一切。想死吗？还是说你想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是，刚刚是他突然之间叫我的名字，我……在庄家没有人给你犯错的机会。你的一个不小心，会用成千上万的小心去弥补。 如果不想过几天为自己收尸的话，最好记清楚我的话。进了这里，你只能是庄心妍，你也必须是庄心妍。
回答我。听到了。严星城，那你又是什么人？你真的是庄心妍的未婚夫吗？你把我带回来，逼我变成庄心妍，你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说什么？其实你和其他人一样吧，你把庄心妍的眼睛给我，逼我变成她，并不是因为你有多爱她，你就是想得到庄家的一切。只要我变成了真正的庄心妍，成为蓝海唯一的继承人，然后和你结婚，那到时候庄家和蓝海的一切都是你的了。干嘛？如果我想要蓝海，还用得着跟你结婚吗？你没有资格知道我想要什么。你就乖乖当好你的庄心妍。如果再有下次，我绝对不会再来救你。我总算是毕业了，终于回家啦。不过话说，曼曼应该还没有回来过吧？一条信息都没有回我，你到底在干嘛？行，给我等着，看你回来，我不收拾你。郭立成，这里，这，你有没有想我呀？嗯，有没有想我？那你有没有想你曼曼姐姐？嗯，她呀，最没有良心了。你呀，出去上了4年大学，一点长进都没有。你能不能别这个时候提曼宁啊？再惹得你沈叔叔伤心。真是！哎，妈啊，沈叔叔到手没？嗯，哎呀，这个孩子，大人的事你少瞎操心。哎，妈，哎呀，这么久还没有到手啊？您这追人的技术也太差，要不让我帮您？你干嘛？沈叔叔，哎叔叔。干嘛啊？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的工作给我打算好了，别整天拿着个本子画画画画画。那漫画作者能当饭吃啊？漫画作者怎么就不能当饭吃了？还有啊，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到工作？我昨天就收到公司发来的 offer 了。美娜工作都找好了？啊啊，是啊，沈叔叔。我在线上面试了一个很大的珠宝设计工作室，老板可厉害了，听说拿了好多设计级的国际金奖。我想如果我能进去待上几年，说不定我出来也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珠宝设计师。你呀，先通过了实习期你再说吧。妈，美娜，要是曼宁能像你这样听话就好了，早点回来顺利工作，我也就不用这么惦记她了。您别担心，等大研修
结束回来，一定立刻马上回来陪您。但愿如此吧。哦，对了，曼曼让我把她的毕业作品拿回来给您看。哎呀，你看画的多好，多厉害！你们要去哪儿？又是我不该问的，对吗？你只需要记得，你回庄家的目的。我会做好我该做的事情。你要出去啊？来人！来人！来人呐！董事长的病情突然恶化了，赶紧送董事长去医院。董事长的病历检查报告大家都看到了吧？老董事长以前坚持保守治疗，现在已经确诊重度肾衰竭。所以接下来董事长都要待在医院里。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老董事长必须留在医院里做全面的系统治疗。现在病情变化得这么快，作为主治医生，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必要的建议。说吧。我希望所有庄家人留在医院，留下一份血样，这样就能为老董事长做亲属之间的肾移植匹配。假如亲属之间有合适的匹配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万一不测的情况下，立即为老董事长做亲属之间的肾脏移植术。移植？啊，那您的意思是说，凡是和庄老董事长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全部都需要配型吗？是的。直系血亲之间的匹配远高于陌生供体，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庄稼人提前来到医院采配血样。可以，准备吧。怎么样了？时间太过久远，仅凭一个车牌号很难找到当年的车辆。但是这次回国后全面梳理，
我和元帅有了另一个发现。几个月前夕颜小姐的车祸，我发现劫持他们的和撞击他们的，恐怕不是同一伙人。我们查到了这辆货车的来历、去处，最后被拆解的地点，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车主和把曼宁小姐带走的那个黑衣人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明，当时对他们下手的不止一个。怎么这个时候不接电话？如果再有下次，我绝对不会再来救你。如果我真的被留下血样，那我和夕颜的血型 DNA。出这么点小事儿，就迫不及待的找这个男人？怎么现在你离开这个男人，连饭都不会吃，话都不会说了吗？小时候的庄夕颜可没这么怂吧？我还记得那时候，你指天指地的跟我打架作对，磕了头流了血，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怎么现在，离开个男人，连句话都不会说？你是庄心妍吗？你真的是庄心妍吗？你该不会是……把手机还我。我说，把手机还给我！少给我摆大小姐的谱！你全家人都死光了，留下一个小丫头。别以为你带来几个来历不明的臭男人，就妄想把整个蓝海一星抢走，别做梦了。还有，我劝你放清楚一点，你跟庄家有关系就算了，如果你没有，我绝对不会放过你，还有你身边的所有人。来，先抽我的。就让你们看看，谁才愿意为了外公付出一切，谁才最该是蓝海一星的真正继承人。来，请把袖子挽起来，把袖子挽起来。
等一下，我有点怕针。庄小姐，不会疼的。庄家现在怎么样了？应该没什么事吧？刚才有几辆车出去。沈蛮宁呢？把他共享位置打开。老大，他跟着庄家人出去了。他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他刚刚给我发消息，老董事长病情恶化，所有人都去了恒生医院。董事长的病情是肾脏衰竭，但如果去了恒生医院的话，恒生医院出名的是器官移植，更出名的是 DNA 的检测。方向，切我们的系统，恒生医院 VIP 病房最大的那些。老大，他们在给大小姐采血样。方向，跟住沈蛮宁的位置。元帅，一起走。可以了。他从小身体不是太好，不要抽那么多。哟，过了这么多年，还是你的小林哥哥最疼你啊。秒针滴滴答答，转动的每一下，此时此刻，你还好吗？曾在梦醒时候。不好意思，心眼有些晕血，我先带他出去休息一下。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县长，别说话。怎么办？刚刚抽了我的血，如果我的不要害怕。可是我的血，一切由我。替我挽袖子。啊！快点替我挽袖子。哦。你要干嘛？把你的血和我的血融合，让这份血样失去检测功效。
用你的血。不然，你希望他们直接验你 DNA 啊？怎么回事？坏掉。医院没事吧？你是在怀疑我，还是怀疑元帅和方想的能力？我不是怀疑你，我是真的太害怕了。今天这一次抽血，那下一次又是什么？我们会对检测结果想办法进行干预，他们不会对比出你的 DNA。我早就告诉过你，蓝海和庄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像刚刚那些事情不会是第一次，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你的意思是，还有下一次？在成为蓝海和庄家的真正主人之前，他们还会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你的底细，所以你最好调整好你自己的情绪，把之前的事情全部都忘掉，早日变成庄心妍，然后成为蓝海和庄家的真正主人。如果我做不到呢？如果我没有办法变成庄心妍呢？如果我成为不了庄家和蓝海的主人呢？你想说什么？我想说，我想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是，我跟庄心妍长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脸，但是我不是庄心妍，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生。我只是来自普普通通的家庭，我跟我爸爸普普通通的就这么生活着，我怎么可能成为庄家还有蓝海集团的主人啊？严先生，我求求您了，你放我走吧，我真的太害怕了，我真的做不到，我求求你。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知不知道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你现在说要放弃，你知道你走了后果是什么吗？我不知道，我真的，我真的做不到，我没有办法继续，我太害怕了，我要是继续下去的话，我不仅成为不了庄心妍，我还会害了所有人，我欠你们的。我想办法，我偿还，我一定会偿还的，我真的会偿还的。我欠心妍的眼睛，我欠她的眼睛。你拿回去，拿回去。你告诉我怎么拿回去？是你让他死而复生吗？还是你现在就去替他死？拿上你的护照，明天一早飞回伊达。从你离开这里的第一秒开始，你不再是庄心妍，庄家和蓝海的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不管蓝海明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别再回来了，否则我第一个处理你。听到了没有？抱歉，打扰各位。需要送到检测中心了，两天之后出结果。刚刚在走廊里闹成那个样子，这血样还能用吗？对不起，是我疏忽了。不行，我再去抓庄心妍，重手。小庄总，怎么，连你也有意见啊？大小姐一个人在外生活那么多年，身体的确不好，刚刚已经抽了那么多血，再带他回来抽，恐怕不太合适。哟，我还真是没看出来啊，这丫头才回来不到一个星期，不仅让自己身边的男人迷得不得了，连你也被迷住了是吧？小庄总，我只是客观说话。客观？穆帆说的没错。他从小就是大小姐的玩伴，自然了解她的体质。刚刚在这儿抽了那么多血，再让她回来不合适。光一医书，行了，折腾了一天大家都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妈，听不见我说话吗？行，我今天就放过他，我等检测中心结果。我倒想看看这小丫头能闹出什么名堂。下周蓝海全体股东大会，我要让她知道谁才是蓝海和庄家真正的主人。老大，立刻改用第二计划。你们是哪个病房的？按原计划。当你遇到了世界上另一个你，接下来面对的不是命运的高潮，就是死亡的前兆。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他们要抓的人应该也是我，只不过你和我长得太像了，他们错把你当成了我。不过你别担心，我会把你送回学校，你好好待着，哪儿都不要去，我会处理好这些事情，不会再牵连你，好吗？
一定要回去庄家，找到严行长。爸爸，检察中心来电话，之前送去的培训血样不能用。什么？也不知道是因为滑落的原因，还是检测中受到了污染。反正之前送去的血样根本就失去了比对的意义。他们建议我们要不然重新采样，要不然就放弃。我就知道这事肯定没那么简单。不行，我要去一趟检测中心，亲自盯着他们。样本就这么一份，我不管他们能不能测出来，都必须给我测出来。走。严行长从来不关机的。方翔也关机了。我们会对检测结果想办法进行干预。我不相信这死丫头会是真的庄心妍。你之前不是确认过吗？她遇到了严重车祸。我的确确认过，那辆车遇到了严重车祸。蹊跷的是，车上的人摔碎了车，最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老板，我觉得除了我们还有另外一队人在追踪她的下落。哼，当然庄心妍一回来，整个庄家和蓝海一切都被她打破了，怎么可能没人盯着她？或许啊，盼着他别回来，最好消失的人多得很。走，我们去检测中心。我就不相信在全体股东大会之前抓不到他的破绽。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安排的怎么样了？医院里刚刚那些人。你为什么回来？你知不知道刚刚在恒生医院有多危险？那你呢？你明明知道这么危险，你又为什么要来？为了毁掉庄家。你走了，没有人能拿回股份，也没有人能够成为蓝海一星真正的主人。既然我不能替心妍完成他的心愿，那我就替他毁了这一切。严星城，可你呢？忘了我和你说的话了吗？这不是你该回来的地方。严星城，你到底是谁？我看到了，你并不贪恋庄家，也不想要霸占蓝海的巨额资产。你不为了钱，也不为了人，那你为的是什么？让我卷进这个漩涡里面，你的目的又是什么？你想知道我是谁？你把我带到这条船上来，你总该告诉我，同行的是谁？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庄心妍的人，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一切，也可以毁了一切。我就是要帮他把该拿的拿到。如果拿不到，那我就把庄家和蓝海全毁了，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为了心妍，我都会去做。严星城，可是现在这些跟你没有关系，你可以拿上你的护照、机票，飞回你的海外一大。你可以走了。等一下，我说等一下，严星城，我不走。既然决定了，就别再。我要留下来保护你。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也不可能变成真正的庄心妍，但至少我的脸跟他是一样的，我可以用我的脸、我的身份来保护你。就像在医院的时候，庄家的人还是会因为我的身份忌惮我的。沈曼宁，你不能毁了庄家和蓝海，这是心妍和他父母的心血，他一定希望你能好好的守住他们。我跟你回来也是为了完成他最后的遗愿。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方想控制了整个 VIP 病房的系统，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有人出入老董事长的病房。我们找了医院最专业的专家给老董事长进行全面治疗，待正式结果出来后，我们再把老董事长送回恒生医院。你们是怎么想到要把董事长、要把外公送到别的医院去的？从回到庄家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不对了。庄老董事长病历上写的是肾脏衰竭，除非进入晚期，否则不会昏迷得那么厉害。但是肾病晚期，病程都离不开血透仪。但庄老董事长床头的血透仪极少打开。从那时起，我就严重怀疑有人故意拖延老董事长的治疗。所以我们把他转到我们熟悉的医院，用我们的人全面治疗。故意拖延老董事长的治疗，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老董事长严重昏迷，蓝海一星群龙无首，庄家大乱，就会有人趁这个机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庄家的掌控权，集团的高位，又或者从来不被允许的放纵和自由。可是他们都是外公身边最亲近的人。在上位的世界里，没有亲近这样的字眼，又或者说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感情这种东西。无论是亲情、友情，又或者是爱情，所有人都像浸在深潭里的鳄鱼，为了巨额利益，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如果你也在这个深潭里，不把自己变成无情的鳄鱼，你就会被集体撕碎。这也是我要你变成庄心妍的真正原因。我会帮你的，你只要稳定情绪，维持好你庄家大小姐的身份，其他的事情我、方翔、元帅都会替你处理好。我保证一年以后会把你平平安安的哦，我好不容易在漫画频道里申请到了作者号，我连个人设都想不出来。喂，艾玛，你不在店里帮忙，又跑去哪儿了？别跟我说你又去搞什么漫画创作。我在路上。哦，我在去中心医院的路上。沈叔说让我去帮他拿什么风湿药。你少骗我，听声音我就知道你又在咖啡馆。你不会再跟踪我吧，阿姨？哎，晚上帮我准备一下我爱吃的，然后我前天拿回来的酒，记得提前帮我醒一下。哟，这才大清早就想着要喝酒的事了，你身体不要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八岁那年自从做完心脏手术之后，现在活着的每一天啊，都是赚来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行，只要我妹妹开心，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身边还真有这么一个人，妹妹你可以去见一见。谁啊？非得要我亲自去一趟？是一个我非常赏识的人，而且我也找人全面调查过，这个人的为人处事特别不错，他正做的也是我们珠宝行业。如果你可以把他招进我们家，那哥，你这是让我相亲还是让我使美人计啊？商业上的事情，我动任何手腕都不会动到我妹妹。我让你去见这个人，是觉得这个人真心的配得上你，而且他确实跟我们公司一宗交易有关，他们家现在群龙无首，能不能挺得过去还得两说，更别说
去管他那些什么小工作室了。让我来猜猜，应该是蓝海一星的人吧？庄家的人，但他又和庄家没有什么关系。庄家现在第三代庄家凯正在和刚回来的庄家大小姐争位，而且集团在召开股东大会，到时候谁能坐上集团的高位，这可不好说。听你的意思，庄家现在这个局面的确对我们有利。你去把这个人弄到我们身边来，到时候蓝海一星倒下，整个亚洲市场可都是咱们的了。谁说我要装修了？哎，等一下，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有病吧你！我警告你啊，如果再打这个号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汇报一下，检测中心应小庄总的要求勉强做了配型检测，结果是亲缘关系成立。什么？他们的意思是楼上那个就真的是庄家大小姐，在海外失踪十几年，现在突然回来，就逼着我们相信她是真的庄家大小姐。我，小庄总，请控制一下情绪。新妍小姐虽然在海外生活了十几年，但一直跟董事长保持着联络。怎么叫失踪十几年呢？光一说，你到底哪边的？我是庄家的。少打马虎眼了，光一叔，你在我们庄家三十几年了，你应该知道，他要是真的庄家大小姐，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你是想让庄家大乱，还是想逼着我把整个蓝海一星拱手让给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吗？闭嘴！妈，坐下。既然配型结果已经出来了，不该说的话就别说了。妈，倒是你，老林，医院那边怎么回事？董事长有任何问题，你们谁能承担得起？大洋，马上要股东大会了，我得亲自守着外公，立刻开车马上去医院。太简单了，下一次呢，一定要让老大给我弄一个更有意思的。走。
元帅。你好，你好，你们是来探滚。各位，医生特地嘱咐，庄老董事长病重，任何人不得接触。少废话，闪开！小庄总别生气啊，医生特地嘱咐的，任何人不得进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里边躺着的是我亲外公，这位是我母亲，里边是他亲生父亲，林管家更是我外公身边30几年贴身助理，我们不能进。你是什么东西啊？敢挡在我面前？哎，我的确不算什么东西，肯定比不上某些想趁着老董事长病重就要霸占整个蓝海集团的好东西。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总之啊，任何人不得进入。给我闪开！不能进！别忘了，董事长还在里面躺着呢。哼！啊，大洋，赶紧打电话，从公司给我调一队保安过来。我倒想看看，谁敢在我外公病房前撒野。收到。闪开！周总，我让你们闪开！给你们1分钟时间，立刻离开，否则就报警。你们是想去警局喝茶，还是想回到原来的地方？自己想明白。滚开！嘉凯，妈，去把你外公叫起来。现在庄家跟蓝海风雨飘摇，需要你外公起来说话。不就在这一层吗？难道是我看错了？我刚才好像看到曼宁了。别动！你在干什么？医生嘱咐过了，外公需要休息，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你少在这儿给我摆谱，这里所有的主治医生我们都是熟悉的，外公什么时候休养，什么时候治疗，还轮不到你发号施令。乞丐，你别碰我！我是庄家大小姐庄美萱的亲生女儿，在你碰我之前，你最好好好想清楚。你有没有资格碰我？在蓝海全体股东大会之前，外公需要没有任何人打扰的静养。如果你们不希望大会出什么岔子的话，那就趁早离开。就是因为下周全体股东大会，所以我们才不放心外公在这儿。谁知道你们会对外公做什么？毕竟只有外公才能有权决定下一任继承人。只有想对外公做些什么事情的人，才会有这种猜测吧。你，thank you.
没事吧？没事。你别碰我妈！不想场面太难堪的话，就别动手。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如果不是因为他，我这辈子都不会跟姓庄的说话。你以为搭上这个丫头就能做庄家的半个主人吗？在这里还轮不到你做主。佳凯，妈，打电话封锁医院，他们能把你外公偷走，那贼一定不赏。大洋，明白。你拐带病患，意图谋杀。好大的帽子。但是想这么做的从来都不是我们，是那些为了巨额利益连自己亲人都下得了黑手的人。你说什么？我说什么您听得懂？老林，还愣着干什么？报警！等等，董事长，你没事吧？我来。外公，怎么不认识我了？还是？不认我了，爸。还知道我是你爸？他们把你带去哪儿了？你身体怎么样？受伤了吗？要不要我给你叫医生？不用，我这把老骨头命硬得很。我前半辈子死不了，后半辈子谁也弄不死我。以前啊，我总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很多年，但这一次我感觉我的来日也不多了，所以今天我想把我该说的话都说了。庄家的产业按照你和你姐姐美萱的约定，一人一半。蓝海一星，它虽然是我亲手创立的，但过去十几年都是由美萱夫妻俩发展壮大的，本应该全部交给美萱，可惜啊，不过还好心妍回来了。心妍，你妈妈留下的股权应当全部由你来继承，股权转到你的名下，你就是蓝海集团最大的控股人。所以下周的股东大会，心妍，外公，庄家、蓝海一行，全部交给你了。
小张总，你别这么生气。外公把整个蓝海一星交给那个小丫头，你告诉我别生气。事情不一定有你想象的那么糟。你什么意思？虽然董事长亲自开了口，但他毕竟离开了庄家这么多年，就算坐在了总裁的高位上，他有什么本事能守得住整个蓝海集团？蓝海集团现在面对的问题，不只是继承到手这么简单。况且除了我们，还有很多人对蓝海有兴趣。他既然敢做总裁，就得有胆量、有命去坐稳这个位子。你的意思是？庄家、蓝海一星，全部交给你了。真的要成为庄家和蓝海一星的继承人吗？万一我出错了，又或者……我在胡思乱想什么？谁啊？这么晚？有什么事吗？怎么，你要进来吗？哦，现在时间是有点晚，那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我们同居吧。我会在这个房间里跟你共同生活。24个小时，我们都会在一起。24个小时？为什么？你现在是蓝海和庄家唯一的继承人，必须24小时有人在你身边，保护和确认你的人身安全。并且，下周蓝海要召开股东大会，你还要补充一些行业知识，以免在那么多人的眼睛下，再犯下一些不小心的错误。我那次就是一次不小心，怎么记那么久啊？而且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啊？怎么不可以？就只有一张床？你可以睡沙发、浴缸、更衣室或者地毯。你让我睡地毯？不然你想和我一起睡？谁要和你一起睡了？怎么不可以？反正我们订婚了。谁说的？我们又没有举行订婚典礼。所以你是在提醒我，应该向庄家要求立刻和你举行订婚典礼吗？我才没有呢。对不起，老大，打扰你们了。不过没关系，你可以当我不存在。你们继续。你这是干什么？帮我老大搬家啊。搬家？从今天开始，你们可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答
范小姐，对我们老大狠一点。啊？他从来都不会叫，懂？老大再见，老大晚安。蓝海一星所有的经营事务，你也都要记清楚。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下周的股东大会，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差错。哦。另外，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去生活，不用管我。你就在这睡啊？我不是其他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本来睡眠就很少，不用管我，快去睡吧。所以你是在提醒我，应该向庄家要求，立刻和你举行订婚典礼吗？从未感到孤单，因有你的陪伴，从未矢口否认，你是我唯一深爱的人。命运兜兜转转，化作无限期盼。起床。才6:30啊。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来的。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就要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心连心，感觉奇妙，让人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依赖的难有力。谁又说不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想你靠近，这一次请我双手。